家好，今天呢我来这里呢是因为阿斌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了，然后我觉得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的 outfit， 你会觉得我今天看起来比较 man， 然后 pan 回来 pan 回来，你看呼吸都流出来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当完兵了，所以我走成熟一点的路线，所以我今天看起来比较 man 一点了，有没有？哎，没有，其实他们讲要 camo 嘛，我的是 camo 来的，只是有点这个，你看，哎，然后近看近看近看，哎啊，有点像，不要太表面这种事情，这个是只是真的是在作秀，像你要真的是迷彩，你要迷彩到完，我今天底裤穿迷彩的，看不到，不方便露，不修了，不方便，这样就要修一下，这是内在的东西，内在美，对，我是正忠于这个迷彩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是。从由内而外，我觉得像你有点不符合主题，对，我是这样觉得。我们是阿兵星座，你们阿兵星座，这样有一点像。那时候 style check in 这个我们是很重视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是正式当中带一点俏皮，所以对于发布会来说，我们不可以像平时这样，对不对？你这样，哎，你是今天参加婚礼啊？你是走秀哈？对，然后啊，对哥，对，所以我们这种，你看，哎，我站他们中间，有没有发现就不一样了嘛？对不 对？因为没有符合主题，所以不一样。你有什么话讲？我真的没有话可说了，没有话讲。来，你跟我讲一下，你今天穿着是？我就觉得我自己是很像恐龙多的感觉。哦，是特种部队，你好意思讲？真的，我都不好意思说，好不好？来，为什么 ？OK， 一般呢，特种部队 ，OK， 我们公司有一个代表人物炯江嘛，对不对？来，你先。他是特种部队 ，OK， 人家有六块。来，秀一下，秀一下，来，这种是内在，不是？你说这种东西哦，你要拿出来实质的东西给大家来幸福一下，对不对？给粉丝一些福利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来录一下，来。没有，我觉得，这两位，我觉得这两位兄弟呢，只是用嘴巴讲哎，一个讲穿迷彩的内裤，秀一下，秀一下，聪明，秀一下。我觉得，包括他讲到重点。我们全都是很肤浅，讲都没有做，对不对？其实这里呢，最有六块的是他，是啊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硬要接到你这里来，我就没有办法了，你漏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最近没有衣服，衣服我最近我刚刚烫了很久，不方便脱，一下皱了，还没有很开心。哎，我听说这边是酒店哦，没有关系，酒店有很多这种东西，每个房间你一开门就有了。对呀，来。当当当当，这就是我的姐姐陈妍希。来说我们的，说你的姐姐。来，好，姐姐来讲一下你今天穿着怎样？没有啊，因为我太想念 Number Four 了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拍完的时候，我们的 Major OG 就送了我一套军服，所以我在想，应该是以后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穿了，所以就 press con 的时候。等一下，人家送你一套军服，为什么？然后我们那么多男生，这部戏讲男生，男生没有一套给我们。可能觉得我穿的比较有味道吧，你们可能还不是真的，的确，她是我们这一部戏里面的女神，对对，那个兵营的里面的雅典娜，对，她走在兵营里面，我们拍摄啊，就很多人就探出头来看。我觉得他压力很大，我每次拍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看他，因为都是男生嘛。可是我在兵里面就是很喜欢走来走去，就看一下，因为平常没有机会到他们的 camp 里面看，所以那时候拍戏的时候就走啊，到处走。重点我们有一种戏，没有的好笑是，我又乱走，然后那些真正的军人他们看到我就吓到，对，会吗？而且他的衣服上是真的有那个。徽章吗？真的是官衔，对。然后我们有一场戏很好玩，那个《倩女幽魂》小倩，她扮鬼，而且我们是晚上拍哦，在兵营里面，她可以穿着这个到处乱走，就这样走来走去。我们拍到12点，就吓到很多人了。对啊，很好笑，好不好？《阿兵星传》7月18号晚上8点半，对不对？对，每星期四。对，一定要看一下，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很好笑。然后我们的头发都长出来了哦，头发还有小小传奇哦。啊！小小传奇9月30号美国爱情之路晚上9点，那个还久，爱情风险8月多。还有我那个自在之道就是我们的爱情片的，一定要看哦。9月30号小小传奇，知道吗？那个雾锁南阳，雾锁南阳，一二三，张可爱，一二三，嗨。